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 Season 2音思路。好啦，那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小克莱呢，不被大家信任，然后想办法要度过一个晚上。好，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啊，我们现在手上都是伤哦，这个伤痕知道如何才能把我们的伤给弄好呢？我们现在左看右看呢，算了，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桶子有什么。看有没有办法为我们的伤口做一些紧急处理啊，不然的话，这样到早上我挂了，我还是会变僵尸，没有办法替自己啊，替自己证明自己真的是被狗咬啊。这什么东西 ？I guess if I have to, I can use this for stitches. 当做线缝？不是吧？等一下，他的意思是说，他要缝刃吗？要从这里逃出去吗？看来是不行的，也没力气搬呢、啊。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到底要干嘛？该不会要替自己的手缝刃自己的手吧？那也太扯了吧！一个小女孩愿意这样子做弄自己，有可能吗？应该是先哭一场吧。啊，不过在这世界上呢，小女孩呢要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的、啊，为了活下来。然后呢，这是什么？哦，我看到一个，这什么东西啊？哦，抬上来的。然后呢，哎呦，可以往上爬呢。哎，看到一个铁锤。啊！啊！Oh my god， 又更痛了！我的天啊，摔下来那个手，感觉更严重了。小克莱，你到底想要干嘛呢？小克莱，拿了这个铁锤之后要做什么？拿了铁锤做什么？把它敲开。嗯，弄了一个木板，到底要做什么东西啊 ？Q。呀！好，拔下来了。然后呢？哦，有一个小洞可以跑出去欸。确定真的要逃出去？啊，算了。逃跑时间，溜出来了。他们肯定有缝合伤口的工具。哇，有僵尸！僵尸不要来！进到小木屋的方法，并找到一根针、一些双氧水还有绷带。现在在玩阿萨鼠吗？刺客教条吗？进到门的方法有很多种啊！你看他这边还要用拳头敲门，哦，然后这边还要把这个门往上拉。Come on！ 哇，来一只了，危险危险！从大门进去是一个不可取的事情，一定会被发现的。啊，我一定是北七才会想要重复第二件做不出来的事情。What the hell？ 这边都不能搬啊，一定都是不能搬的啊。啊，原来这个是钓鱼线啊。欸，这个木板是怎样？哦，这边可以偷偷走进去。来来来，我们身上有铁锤，刚好刚好，敲掉。Yeah， 这个也是。来吧，哇，还没发现我，快点快点快点 ，get it get it get it！ 哇，居然有小洞洞。专门为我而设计的嘛 ，Go Go Go！ 哎呦，就要跑到下面来啦！看到什么可以点？五分钟后内部会议，哇，组织内啊、喔，不用多久，我们来讨论一些问题。嗯，他们这边写是用铁锤。
铁锤不行，用我们的小刀。他们现在在开会。Q。哎，我的刀，干，就这样断了。刚刚那是我的刀断掉吗？还是怎样？总而言之，他跳上来了。哦，他们在开会耶，偷偷看一下。Hello， 我知道没有人，所以我才偷偷打开的。就算你们看到我，也要假装没有看到，因为这是剧本，剧本就是这样演的，不能有给我第二句话。你们听一下他讲什么？厨房那边，好奇杀死一只猫。哦，还要按住往上哦。哦，还要按住哦。然后把他锁在小屋里，认为我们应该把他带到这，看上去不太好。欸，会发现欸，不能看太久欸，看太久会被发现欸，还是不要守八七好了，不要做八七四了，会死人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喂，我们就在大门面前施展魔法，窃听术。哦，没有了，白痴哦，不要理我。这里呢，有牌，一本书。现在不是看书的时候啊，怎么办？往哪里走才是重点？他们等下会不会就开会完了走出来，然后就被打死了？我刚刚从这里进来的嘛。哦，这边这边这边，哦，真难找欸，这个。Hello， Hey man， Pretty girl， 来吧，宝贝。这是什么队伍的名字吗？看像海报，没什么意义啊。等下他们是不是要进来了？我们在怎么在看这些无关紧要的啊？我们应该赶快找点我们要的东西啊！达克，干，都多久了，你还在想达克啊？达克死很久了，你还是想想你的理吧。就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搞什么东西？就来这里什么都没有？哇，会不会被发现？好危险啊！我还是不知道要去哪里欸，怎么办？可以上去吗？哦，这里可以过，太好了！耶、yeah, ，我们上二楼就可以拿我们要的缝针线啦。啊，我们那个针啊，缝针跟那个消双氧水消毒。小心走，小心走，不要惊动他人。虽然我走路步伐蛮大声的，小心小心，哪一扇门才是啊？卧室门、卫生间，这是厕所。卧室门，我们去这间看看好了。卫生间是厕所嘛？厕所应该不会有医疗用品才对。你不应该在这里，原来是莎拉。你能帮我一下吗？Can you please help me? 莎拉，帮我一下。My dad can't know. Dad can't know. Help me, and I won't tell him. 威胁。I. 帮我。Please help me. I shouldn't. What happened? 一个威胁。A dog bit me. Dog bit me.不处理我会死，你知道吗 ？I need something to clean it with, bandages, and I need to sew some of it up. It's too deep. My dad says we're out of real bandages, but I know where to get something to clean it. That's what this supplies.
help you. Good. 太好了。I'm Sarah. 莎拉，我叫克洛蒙泰。I'm Clementine. 快点。We're friends. 耶、yeah, ，我们是朋友了。I haven't met another girl my age since way before. 哦，没有朋友。Girl, you know? Rebecca is okay, but she's 我们刚见面还不是朋友。And if her baby is a girl, it'll be forever before she's old enough to like be my friend. 我们刚见面还不是朋友。We just met. We're not friends, but we could be. It's hard to have friends you can trust, which is why we should be. Come on, please. 看来他很渴望朋友。你也是边缘人吗？And then having to do something not friendly. Come on, please. Come on, please.好吧，但是我警告过你了。Fine, but I warned you. Friends. Friends. 还要打勾勾。哇，我觉得这一次克莱蒙泰的这个第二季好多选项可以选择哦，超多选项可以选的哎。我觉得我会把我的小克莱养成婊子哎。勾勾手表示就是以后是朋友，就后来抛弃他，有没有？变超表表克莱，耶、yeah, ！不过总而言之，他先给我了。他给我那个清创药了，但是我还必须要有缝合的工具。Thanks, Sarah. 耶，拿到了过氧化氢。我还需要一根针，卫生间不知道有没有啊？看来是没人。干，真的有，太好了。It's clean. 是干净的。哇，这种伤害自己的这种缝合手术，这小妹妹居然执意要做，这不愧是小妹妹啊！要是我，我可能还要稍微斟酌一下，因为扎下去可是超痛的，重点是没有麻醉呢，没有麻醉，你这样子弄，要死我！其实说真的啦，我从出生到现在长这么大，从来都还没有做过重大缝合手术，哎呦，所以说不是很能够理解那种感觉。什么戏、啊？他们来了！干，我要怎么办？干，为什么？妈的！这是那个家伙，他干嘛？他怎么了？然后他被咬了？还是他生了？我要生下这个孩子，还有，怎样是他们？他们不想要生这个孩子是吧？ Let it be okay, let it be his. 希望是个男孩。他在这里生？哦，没有，走了。他只是担忧而已吧？这个孩子生下来对他带来怎样的一个负担？哦，不过在这个世道这么乱的情况之下，把孩子生下来，勇气更大了。啊，我们现在台湾22K 都这样子了，更何况在这种危机的世界，都是充满丧尸的世界。哦，我们再去看一下莎拉。莎拉，你还在吗 ？Sarah， 嘿，雪拉 ，What are you still doing here？ 你还在这里干嘛？我得去找绷带。I need to find some bandages. I don't have any. 我没有。Maybe try looking in another room, but be careful.They'll be mad if they find you sneaking around. Thanks, Sarah. Thanks, Shanna. We're friends, right? 当然了，我们是朋友啊。Right. 然后到时候我要当一个克莱表，然后都要被观众骂，真的是观众都不理智。这边一定会有绷带的，你相信我。我常年累积的游戏经验告诉我，这里绝对有绷带的。就在抽屉里面，绝对在抽屉里面。抱歉，
我看到绷带了，价值10万的绷带。我为什么要把手表拿起来啊？我为什么要把手表拿起来 ？Not exactly bandages, but they should help stop the bleeding. 这可以拿来止血。我把手表偷走了。啊，绷带这么少哦。我要成为偷窃惯犯。桌面游戏，哇，这边还有桌游，看我还有心情看桌游，你看看。哦，我不知道谁的手表，哦，就把它拿走了，不管了，反正我觉得一定会跟后面有关联性的，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想拿起来看一下，谁知道他就把它放在他的口袋里面了。是这个克莱坏坏，不是我，是他坏坏，不是我。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欸，我是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啊。等下他们一定就出来了，算了，我还是走这里好了。物归原主回去。小心点！啊！快点，我们必须想办法缝合我们的伤口。要在哪里做缝合呢？必须快一点的，不然真的没办法。伤口发炎越来越严重了，我被病毒感染而死去。Oh my god！ 哇，你看这个伤，这么大一刀，这实在太恶心了。来吧，先叫一下汤汤。那我要大叫！呀！Oh my gosh！ 超级阵痛欸！我看都觉得很痛了。现在到有趣的部分了。干，这不是真的呗？看来得真的要来真的。Oh my gosh！ 呀，这不要我穿吧？嘿，嘿，我超强，呵呵。克里斯塔给我看的一样，什么意思？上次他帮克里斯塔怎样 ？Oh my god! Oh my gosh！啊！要痛到晕倒了啦！很痛欸，拜托，没有麻醉的情况之下，no！ 啊！嘎，这个超痛，超痛！No！ 快要去了。如果一次穿错就很好笑了，要重穿一遍。Oh my gosh！ 一个小女孩要如此这样承受这种残忍的事情啊，她只是个孩子啊！啊！不要再叫了，你跟着叫我都跟着痛起来了。呀！啊！再最后一针。你到底要不要穿啊 ？Oh my gosh！Oh my gosh！ 爆炸！
我的天哪、啊！